因为之前我没有测阴茎的时候，我的那腰骨很酸痛啊，痛到不能起身啊。测了阴茎过后啊，几个月就自然好到完了。我奶片是有一点气喘的时候测了，它有比较好了，有改善了。奶片因为住啊，好像喉咙痛啊，测了它就不会痛了，嗯，就热气了，嗯。